我们让各社区各部落能够丰收。卑南族最传统最文化的，对，开始了，再跑了。到各个社区，来各个部落来报佳音、报讯息，期待来年的丰收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现场来宾，所有来宾掌声鼓励，姐姐，感谢勇士，掌声鼓励，超超的。原住民族丰年祭活动典礼开始。人潮飞，你们谁在哪里？丰盛在哪里？哦，今天进行的是我们的祈祷祈福仪式。祈福仪式邀请我们观音区的区总头目马德志马区总。带领我们所有乡亲族人们进行我们今天的迎灵祈福，掌声有请。朋友们，马区总头目，现在我们场中央即将进行祈福仪式，我们场外的乡亲族人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先配合保持肃静，感谢您。Aku tamurak,
让我办，让我好，弟弟的宝贵，我的国安，阿尼尼努比亚，巴提里阿努卡米，阿奈玛爱古，伊尼西努尼安，玛爱古，伊古哈努尼安，阿提阿巴盖阿古托，古努努托阿斯，阿奈。结束，敬天敬地敬主灵，感谢我们的上苍赐予我们丰盛的丰收，也祈福在座所有的乡亲主人们能够平平安安，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。请我们观音区的区总头目，以及我们观音区的我们的社区的族群领袖头目到我们台上来就坐。